主料：干粽叶100克，黄米250克，黄豇豆100克，猪肉100克，葡萄干50克。辅料：生抽15毫升，老抽10毫升，料90毫升，蚝油15毫升，香醋15毫升，十三香5克，胡椒粉5克，盐、葱10克，姜10克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干粽叶泡一夜，泡好泡好好清洗即便。锅内烧开水煮粽叶5分钟消毒杀菌，捞出自然量。黄米泡一夜，泡好后洗净沥干水分备用。花姜豆皮前一夜泡好，时间越长越好，软烂的花姜豆才能好吃。葡萄干用凉水泡5分钟即可。猪肉切小块，切好后倒入干净的碗里，加入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料酒、十三香、胡椒粉，搅拌一下，加入葱和姜，腌制至少4个小时以上。我腌了一夜，很入味。黄米沥干水分后倒入干净的碗里，加入腌好的肉块、黄豇豆、葡萄干，再加入料酒、生抽、橄榄油或者香油，调料放好后用勺子或者筷子搅拌均匀。取个有深度的大碗，铺上粽叶，一片压一片的铺好后，倒入搅拌好的黄米肉，把露在外面的叶子向中心包起来，用牙签固定好，放入蒸锅里，大火加热，烧开后转中火蒸一个小时以上。烹饪技巧：腌肉的调味料可根据个人口味调整，腌制的时间一定要到位，不然肉块不入味，直接会影响粽子的口味。蒸锅里的水最好一次性加足，如果中途锅里的水烧干了，要积极加热水，不要加冷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